但这个版本有一件装备是特别要抢的，就是大剑。我就发现你无论玩什么你都得要大剑。给个黄纸，出个强袭短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。两个挑战者文章怎么样？嗯，我就挑战者文章了。找条路给我。这个挖掘给我下了。正在路上。黄金门票万金油，我这把玩蛮子了。尝到失败的滋味了吗？我想你会习惯的。上线出门就四条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无敌失败，这小子有点厉害。你这是要女警还是要梦眼儿呢？嗯，有后排，要不要梦眼儿吧？有后排，有鸟人，搞个刺客吧。塞纳要吗？要它有啥用啊？我先排队去吧。给我蹦个蛮子，要蛮子，对，来个蛮子，给我来个蛮子。六条三炼金了。你看见过我的天？塞纳要它干啥呀？没有用啊，还卡钱。炼金也不要你俩呀，别了。
粉碎机。下一个是你的，华龙。哟，魔抗，全套，魔抗全套，是一剑长一智。上回瞒着没水银打不过，这回瞒着必要一个水银，水银银血加。哟，这个魔抗瞒可以啊，这个魔抗瞒只给我们，我们直接就无敌。别！哎呀，我日你哥！来个拳头吧呢，华克又啊，魔抗蛮没拿到，这小子要玩。哎，我有了，开战吧，我不需要了。时机到了。挑战老头，怎么样？挑战老头，哎呀，没上青钢影，这不傻逼了吗？没事，下边给个狼人。应该是赢了。没有狼人吗？糟糕，想把老头撇了，卡钱了。哎呦我操，二星爱射。快点瞒着去打老婆砍。哎呀，啥也不是，还是个炉灯，我操，还是个炉灯，二星爱射加老母狙，这没办法，这太狠了。这就差个狼人，你瞧瞧，我从不妥协。宙斯没有活，哎，全套加魔抗，我就要这俩。魔抗可以，全套来一个锁着甲就合兵去。死在我手里吧。递两下，这阵容七级开地。我从不妥协。冰心儿吧。冰雪，哎，就差个狼，我操！怎么的都是差个狼人呢？
有个兄弟问瞒着刀刀暴击，那无尽可不刀刀暴击，那无尽必须刀刀暴击，那无尽不暴击那不假的无尽吗？那谁打卡萨丁他妈打了一滴血呀？谁？水银呢？先饮血剑呢？那先能喝饮血剑，先喝饮血剑吧。水银一会儿再来呗。他们活不长。能给个狼人不？咋回事啊？能不能给个狼人？你说要不要把落手卖了？算了，不卖了。哎，我操，这飞鱼打人好痛。电火花怎么样？上回我们就是电火花吃鸡儿的。后排没有后排呀，那肯定百宝袋儿，那百宝袋儿吧。正在路上。也行，被暴击是啊，被暴击，被暴击也行啊。我们给蛮子来个飓风怎么样？飓风无尽饮血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先来个拳套，或者是攻速。拳套也没啥人要啊，攻速也没人要，那说明啥呢？那说明这把这青雨随便喝，我们这后排青雨先放着，先来个先整个水银，不打了吗？有个同行，给个狼人行不行？我就差个狼人。你这明显不行，我这有冰心，你咋赢我去？你说是不是？他奶奶的，我就不应该说话。那瞒着就剩一丝血，他不死。
上。问个问题呀，为啥经济这么拉呀？为啥经济拉成这样呢？没有机会了，一胜一负吗？不是，这也太垃圾了，这三杠六才六级，正常应该七级，这经济。给个狼人行不行？那狼人死哪去了？也还行吧，也还行，狼给点钱应该也能骑。到骑我们就开地。这青雨不来了吗？这就是我的本性。六条五炼金，挺好，就这么地儿。这个炼金给他换了，炼金换这个炼纳塔。不给瞒着了，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啊，这个瞒着我那把上泰坦也可以，其实也可以。我仔细的想了一下。薅着我一费一星，薅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？主要的作用是帮蛮子捡奖啊，薅着的主要作用就是帮蛮子捡奖，这是他最重要的作用了，他没有别的作用。主要我蛮着他他妈一星啊，人家那轮着妈都二了，我蛮着一星，你说这合理吗？来牌呀，
有同行。你不递，我怎么没递？我还没递，我还没递，我这还没递，那我还得咋的叫递？我把钱全花了了叫递呀？挑战维克多，有龙刀我们也给一个。野兽更强壮了。鸟人三不行，鸟人不行不要了。瞒着没二星。鸟人不要了，看看人家，那人家二星瞒着我没有，那咋整？看看人家的，这好像没有用啊。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我那要二吧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挑战给德莱文，把粑粑人的给吓了。他妈看你像粑粑人，你说那是人话吗？我们跳起来吧。要不我升级也行，这把有同行，那瞒着不一定能递出来。微光首脑都来了，是不是？瞒着还是照样给泰坦吧。搞个吹风，吹前排，粑粑人右一点，完事儿了。要是能升级，我们就六条，要么就骑炼金。粑粑人撇一张，维克多吃微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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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维克多来个龙刀。那维克多蓝咋那么多呢？我们是地牌还是升级？你们说我们是地牌还是升级？就这阵容了，行不行？要做大事，也可不满足于个人。地质量呗，行，地质量。三星维克多有没有搞头？把把人先拿了。下边在地东西有点多，三星维克多属于是在想屁，卖了，不要了。把把人差两张，瞒着差的有点多，看看能打过他不？我们如果能打过他，那我们这道坎儿就算过去了，知道吗？臭弟弟一个啥也不是啊，这来个龙刀维克多，哎呦我操，我就知道啊，那张维克多就不应该卖啊，那张维克多他就不应该卖，你妈了个巴子的，你这个小犊子！我诅咒你！我诅咒你下轮就死！我诅咒你的蛮子永远也删不了！我卡死你，我就自己，我也不删了，我也不让你删，你听见没啊？你听见没？不升级了，我肯定不升。九级我们指定是不升。你别让我碰着你，你让我碰着你，我打死你！你看着呢，我全地了，全地了，我把那蛮子全拿了。属于我的一切。给我出蛮子。啥也没有，别让他活，别让他活，千万别让他活啊！小犊子，别让他活，让他死，别让他活！我龙刀维克托没了，气死我了！水银什么呢？格莱文，没啥伤害呀。水银维克托。我水银维克多，快点地啊！那蛮子一个也别给他，赶紧地。
把钱全花了，就拿瞒着。操他妈，粑粑人我也不要了。我卡一张粑粑人，他凭啥瞒着能删呢？他凭啥呢？他凭啥瞒着能删呢？我不明白呢。这我不能理解呀。那凭啥他瞒着能删呢？凭啥？能打死他不你？你能不能打死他？妈了个蛋的！我也碰上他了。凌风哈，对了，我们有吹风啊，吹他呀。但是这轮必打他，啊，这顶写着这轮是必打他，吹他吹他，给他吹起来。操你哥，给他吹起来，给他瞒着吹了。我吹，给他送走，给他送走，给他送走，别让他活。这三星瞒着太狠了，打不过。老剩这一个，有人能给他送一下子没？维克多没有吃到微光啊！早说呀，早咋不说呢？这将会是场屠杀。这轮是打他。打他，吹他大童子啊！吹他大童子吧，把他大童子吹了。谁也打不过，那瞒着不三星，谁也打不赢。给我送走了，挺好，挺好。我们第二名，他给我送走了，那个逼也死了。他只要他死就行，只要他死，只要他不吃鸡就行。嗯，他只要不吃鸡，我就可以接受。